拾回向，现在已经是第4的回向，每个人应该会记得。第一啊，就是化度众生嘛。第二呢，咱就是正现中道嘛。搁伫昨呢，咱嘛讲本觉之理。那么咱今仔日呢，应该爱讲觉地就完。咱的这个觉甲智慧呢，已经知影咱是本具啦，唔只是干那本具，本原来都有啊。咱呢，也阁是真正的九遍圆满，唔只是干那佛，其实咱人人拢共款啦。这份的觉，觉悟，咱的智慧，共款会当同我讲真正的圆融啊，无所不遍，是真正的普遍啊，明智。一切处回向，这嘛是叫做一切处的回向。这个各地九缘无所不遍，这嘛是叫做一切处的回向。咱这智慧会当到一切处去啊，无处不在啊。接下来的文的解释啊，为什么叫做一切处回向？咱的本觉，咱的实在是真正的就完啊，地甲讲的是真圆满的物件，伊会当头好，到甲一切处，咱的心会当头回向到一切处去，伫这个所在开始觉悟。只要你发心，你还是呢，赶快会当头就完一切处。这就是讲，见灵觉之地无处不遍，会当觉悟的智慧啦，绝对呢是无有所在咱讲行未通的，无有代志呢讲咱唔知。无有虾米款，哎呀，心咱达未到的愿，所以呢，有心一定呢有会当能达到的愿。这呢，这个心甲愿啊，起初咱的智，甲我的智慧，所以无处不就遍啊。那记者佛教啊。就所证真如之理，咱也会当甲佛的觉性的平齐啦。咱本来都有嘛，咱也了解呢。这个，咱的觉甲佛的觉性是平齐，咱也安尼呢，真正踏实啦，会体会啦。就所证真如之理的。安尼，咱所证到的呢，证就是讲体悟，证明咱的心啊，绝对呢无个有疑问，因为呢这已经印证啦。我家的印证，我家佛的觉性是平等的。咱啊，人人啊，有这种呢，真正的明锐的智慧。开发起来，自我呢，会当见证。所以，咱啊会当安尼啦，这真如的理，这就是咱已经到迄个真如的理地，真如道理的地。意思呢，就是如来不异啦，甲咱甲佛呢是无什么款的各样吼。
咱若所讲这个道理，咱若印证起来了，那这种的理地呢，如佛不异，就是甲佛拢同款啦。只是咱的心地，也无法度通好讲。安尼真正的明朗啊，这个光明啊，还阁发挥未出来。咱若会当好了解呢，就亲像伫咧磨心镜，心镜磨啊，一分的功夫，一分的明朗，落真功夫啊，那。这个明镜的本体就显现出来，明镜的本体若显现出来呢，同款啊，面面之镜呢，那照耀大地啊，都是同款的形象。所以经的内底啊，有一段安尼的文讲啊，正真法明啊，地如佛地。明一切处回向，真就是啊，真正的精明，真呢就是真如。咱来当精明，真正的清气，这种的真如的心境发明出来，已经呢发现啦，明弄出来，这地就是佛地啦，真呢，所以叫做。一切处回向，就是讲咱的心，来到甲这个境地啦，从凡夫呢，咱会当从死角开始，咱开始用功啊，咱会当回向向大呀，不断向前前进，那阿弥呢，这。甲佛的心地是一如同款呐，就亲像讲咱的人间，佛啊，嘛是从人间来修啊。咱人要成佛啊，离人间无佛好成呐。咱师公嘛是安尼讲啊，佛在人间成嘛。那人间呢？因为有种种的苦难，苦难偏多啊！就是因为苦难的众生啊，才会当练出了迄个智慧以爱的菩萨，清净的智慧，无私的大爱，这种的菩萨的心出来，就亲像地啊，巴基斯坦。这一处的大灾难啊，这个天摇地荡啊，这里讲，那个高山大地啊，山崩啊，地裂啊，这不是形容处哦，咱第一梯处，咱的赈灾团回来。因为迄当下的相，实在是超出了咱想象中的迄种灾难的严重。你看到每一座的山呢，好亲像规个山的皮拢总规个剥落来同款，一望无际。而且呢？所看到的无甲有一条路，每粒山甲看去呢，拢是迄个石啊，安尼落落来的，等于是石片山同款。因要去义诊啊，一定呢爱有人引路，才有法度好行。看到呢，触目惊心啊！甚至呢，有看到另外一张的相片，
规个地拢规个避开。当地人讲，迄个所在呢，本来是平的，会当耕作平的土地，就是干那安尼的地当，不只是避开，佮落差已经有几公尺。大自然的威力之强啊！这里正强的威力摧毁了一切，人的性命，在大地面顶建筑的家园顶顶啊，拢规个毁于一旦。这路断啦，山悬啦。交通已经的断绝啦，受伤甲病要安怎呢？咱的第二团的赈灾团，有一群的大勇，同款接到第一团的任务交接过来，继续呢往前行，山搁较入去。迄个受苦受难、断粮断食啦、断医药的，咱阁看阁较多，有真多呢的故事，尤其是迄种人间大医王，迄种妙法、妙手、四大爱。有一位呢，咱不管是第一团、第二团啊，担任甲咱翻译，伊本身嘛是灾民呐。伊呢要求咱呢，甘副院长因讲，是毋是会当去伊个厝诶，甲看伊个太太？因为这个翻译员的太太呢，已经真多天啦，病得真重啦，一直呢倒下，一直下，已经呢是脱水的情形啦。所以，咱甘副院长甲叶医师啊，两个人就派去了这个行路。就是啊，伊所随身的医药袋啊，就去啦。到这个家庭内底，看到这位翻译员，名叫做阿里山，就阿里山的太太呢，的病情看起来足无乐观的，因为呢，完全脱水啦。敢那唯一的办法，除了药。治疗以外，要给他补充水分，要给他补充水分，说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呢，这项事情实在是已经提出了考验了。原来呢，咱大气的那个点滴啊，都有，只敢那欠呢，那个引流下来的那支管，那个注射针。甲迄个管电滴管呐，无扎起，所以伫咧款的时阵，敢那款药啊欠款着，迄个针诶，这个橡皮管，安尼要安怎啊？药啊已经有去啦，但这个人就是真需要呢，这几百 CC 来补充伊的体力啦。就是欠中一站，到底要安怎会当让这个点滴营养水分会当甲这个查某人的体内结合呢？哦，真正是考验了大医王啊！这个时阵呢，因都爱发大心嘛，发挥智慧，用什么方法呢？啊、哦，这两位呢？医生啊，就不用而同呢，就是同一种的方法，先
蹲下身体来，就是跪地落来啦，跪落来，开始呢，找出了十 CC 的迄个注射筒，安尼呢，一个挑，一个注，300-500CC 的大筒的射，这边呢挑十 CC。你知影爱抽几次呢？爱住偌久呢？两个医生啊，跪伫迄个土地面顶啊，安尼呢，屈伫病人的头前呢，安尼45分钟啊，而且呢，迄、那个下当爱定定压着。袂用个叮当的啦，住落去呢，要阁跳出来，要阁换落去，才难免啦。住伫迄个静脉啊，那跳起来时，迄、那个血水、血加迄个药水啊，会一点点啊嘛会摄落来啊。那医生是穿白裤。两只脚屈伫涂骹哩，手划着啊，甲这个病人的静脉无离开，嘛是爱靠脚骨稍微去挺着啊，摄过来的这个血水啊，嘛会去摄对这白裤，到家呢45分过后啊，那这件白裤啦，同款呢。就是染红了，哦，粉红的血水，这种的形态啊，实在是让人感觉足感动的啊！咱家想，咱若平常时啊，要补充水分都真简单啊，大肠的虾掉落去，这条杠呢，安尼一支针插落去，真慢。伊真自然，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甲这个人的身体都配合啊咧。但是呢，敢那欠一项，就爱予人遐尼真辛苦啊。愿意遮尼真辛苦呢，那就是爱心。除了伊的医术真短，医药健康。但是呢，若无家己发出了这份的爱心，啥人做得到？用放下心断呐，在这个家庭里去给往进呐，欠了物件，还是同款的想办法发心呢，安尼为伊治疗，这呢，家属的人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动，其实呢，咱人伫个台湾啊，真侪真侪人呢，会爱呢，附托伫因，会行动起啦。所以因伫迄个所在，这方面呢，爱付起了遮尼真侪人的爱啊，这方面呢，发自于内心啊，迄份呢。真心很真诚的那份无物价嘛，无为家己想，迄种佛的本性，大义王的本性，大爱，那毋是安尼，那有法度呢？所以啊，咱这回的义尽，真正是真真辛苦。感动到因迄个所在，因遐个人啊，男女分真清楚，竟然呢会当予咱个人去到迄个家庭，甲迄个太太呢，安尼伫迄个所在接触，我真感动。那文字吼、哦，三合一的这灵岩房祭祀啊，伊就讲，伊真感动，真想要甲伊拍起来，不过呢。伊走这个回教的国家嘛，知影因男女分真清楚，这种的形态呢，
也唔敢去。反倒倒来是这位阿里山呐、啊，伊呢去甲伊牵着伊个手，意思就是叫伊来，你做你拍，这真感动人的心，用肢体语言呐、啊，表达出了伊感恩，所以呢愿意打破了因这种回教男女呢这种的这个形象的观念，所以呢去甲伊牵来，叫伊拍。希望讲吼，这种的感动会当倒来台湾，和师父看会到啊！真的，真诚的爱，真正是真感动人的代志。所以无处不在，一人伫台湾，平平安安、欢欢喜喜的日子，真正呢好的设备的服务，但是呢，伊愿意，愿意呢。打上了迄种呢，遐尼正艰巨啦，很艰巨的道路。伫迄种灾民非常艰难，物资非常匮乏，温差差真多，哦，真多真多的艰难，伊爱去克服，因愿意。看，这敢是无处不偏呢？可以伫这个所在。他愿意到那个地方去，只要你心中有爱，无处不破片。开始觉悟起来，这条路咱都开始爱行，不管路偌远啦，只要呢无偏差啦，我想呢，在教佛的境地呢，并无困难。所以大家人呢，只要修住咱初发心迄念，这个初觉，那安尼呢，生活无困难啦。大家人只要。多用心啊！